哇，可爱可爱，缤纷缤纷 ，colorful。非常有活力跟很有自己想法的一段舞蹈啊，很好，每个人应该都很有自己的想法，对不对啊？啊，从舞蹈风格就可以看得出来。那简单的先自我介绍一下，你是叫什么名字？大家好，我是金雅。嗨，你好。大家好，我是彤彤。彤彤你好。大家好，我叫雨泉。大家好，我是小胖。大家好，我是子安。大家好，我叫柔谦。大家好，我叫 Amy。嗨，你们好。那你们之前来参加过这样类似的比赛吗？有参加？哎呦，马上交给你哈。有参加。去年有嘛？对不对？难怪我就觉得似曾相似。你们的风格应该也是跟竞技体操有关，对不对？我们是有氧体操。哦，有氧体操啊，好。OK， 每个人都技巧非常非常好。但是，所以去年来台北吗？总决赛也有。结果总决赛的成绩方便跟大家，我们是那个最佳精神奖，最佳精神奖能够拿到这样的奖，那你就知道我们的意思了哈。
就是希望你可以继续维持这个精神，继续的跳舞，好好的认真跳下去，好不好？那，所以还是会以那个竞技有氧体操这方面做准备，对不对？就同一支舞也不会再换了，是不是？下礼拜就要比赛。下礼拜就要比赛，可以加一点别的啊，对不对？好不好？可以好好准备，再做一些别的准备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加油！谢谢你们，谢谢听乐者，谢谢从我们的舞台。